年复连接或小带。中间连接或 valdesmosomes 是出现在上皮和内皮组织的细胞间和细胞基质连接处的蛋白质复合物，通常比紧密连接更基础。年复连接被定义为细胞质面附着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细胞连接。年复连接或小带。中间连接或 valdesmosomes 是出现在上皮和内皮组织的细胞间和细胞基质连接处的蛋白质复合物，通常比紧密连接更基础。年复连接被定义为细胞质面附着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细胞连接，年复连接或小带。中间连接或 valdesmosomes 是出现在上皮和内皮组织的细胞间和细胞基质连接处的蛋白质复合物，通常比紧密连接更基础。年复连接被定义为细胞质面附着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细胞连接，年复连接在非上皮非内皮细胞，例如心肌细胞中的作用是促进细胞细胞和细胞基质年复。年复连接也称为小带、中间连接或 valdesmosomes， 是出现在上皮和内皮组织的细胞间和细胞基质连接处的蛋白质复合物，通常比紧密连接更基础。